这显示了武汉已经疫情抗击疫情已经获得了战略性的胜利。我觉得这也显示了中国政府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很正常的事情，或者是也觉得这个其实每年来说中国人这也是比较喜欢玩水的，所以在我看来总的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让您开心的事情。